我之前有问过他，说你会不会怪我？然后 他回答我说，我不会怪你，我知道你当可能当时你有你的苦衷吧。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他养父母，把这个小孩子养那么大。我之前有问过他，说你会不会怪我？然后 他回答我说，我不会怪你，我知道你当可能当时你有你的苦衷吧。好贴心哦，好贴心一个小孩。你第一眼见到妈妈的时候就没有马上脱口而出就妈妈就叫出来？当下没有，因为还是觉得有点陌生的，毕竟没有接触过。所以你有抱抱她吗？有。那你喊妈妈了吗？到现在？喊过一次。喊过一次，对，就是觉得心里觉得有点酸酸甜甜的。